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AB 是实数了，啊，满足这个方程式。那么他问哈，这个 A 平方减 B 平方减多少？那因为这个开根号，这一定是正的，这也一定是正的。那既然两个正数加起来是等于零的话，所以个别的正数都要等于零，也就是说了哈，也就是说 A 平方哈加 B 平方加 2AB 哈加 2A 加 2B 加一哈，这个会等于零的，而且这个也会等于零。A 平方加 B 平方减 2AB 加 4A 减 4B 加 4， 这也会等于零，因为两个正数加起来等于零的话，每个正数呢都是零。好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这个可以配方了，这个可以配方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两个配方啊，两个配方就是 A 加 B 的平方加两倍的哈 ，a 加 b， 啊再加一，还可以再配方啊，这看成呢一个变数，我这 s 平方加 2x 加一嘛，就是 a 就 x 加一的平方加 b 加一平方啊，啊这个等于零，所以就得到哈，这个等于零。好，那这个也可以配方，这个配起来的话是 a 减 b 的平方嘛。它加四倍的哈 ，a， 减 b， 啊加四，a 减 b 加四，这二的平方，啊这个可以写成二乘二，所以是 a 平方，啊这个看成是 x 嘛 ，x 平方加二的平方减掉二乘 x 乘二，所以这个是 a 减 b。加二的平方，啊，这个等于零嘛，所以这个也等于零，所以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这个是，这个是 a 加 b 哈 ，a 加 b 加一等于零，所以 a 加 b 等于负一啊 ，a 减 b 加二等于零，所以 a 减 b 是等于负二，那我把也，两个乘起来。因为他问 a 平方减 b 平方多少，我就把它乘起来了。乘起来这个就是 a 平方减 b 平方嘛，这个就等于2了，所以答案是等于2。